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匠心投资》。昨天美国道琼跌了1000多点，目前电子盘一样重挫，让台股今天又先行反应，下压了471点，再度的破底。这次疫情比较麻烦的是，它不是全球性一次爆发，从亚洲开始蔓延，蔓延到欧洲，再蔓延到所谓的美洲地区啊。所以一开始亚洲开始有所谓的武汉肺炎，台股破底。到欧洲、意大利等等，又爆发了5万的一个疫情，台股再度的破底，现在扩散到美国本土、美洲市场，所以呢，今天台股呢再度的破底。我之前其实跟你讲过了，台股不管它怎么震荡，它洗盘破底的次数越多，接下来上涨的主力会越少，未来一个上涨空间一定越大。这个看法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，因为疫情是属于非经济性的利空，这是我不变的看法。那所以整个台股的一个架构，今天出现什么量价结构？重挫了471点，成交量高达2700亿，很明显的下杀取量，这个在急杀赶底，哦，这在急杀赶底。今天融资应该会大减，前两天已经减少了30几亿啊。那今天盘中跌了500多点的台股，我推估。今天融资余额至少仅个30以上，搞不好还会大减50以上啊！只要有这样筹码稳定的一个现象，低点当然不会太远啊，所以我已经随时做好波段的准备。虽然我最近的一个操作都是急涨急跌反向操作，多短线嘛。我让汤面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我最近的一个动态的操作是属于短线的。什么叫急涨急跌反向操作？礼拜二台股啊盘中大跌嘛，9点半杀下来买股票，10点半第二波杀下来一样买股票，这是礼拜二买股票的时机啊。那昨天礼拜三早盘涨了8几点嘛，我说我在减码股票，短线的一个架构没有办法，疫情的影响必须做出这样的动作，才有办法让我们的会员呢持盈保泰，不仅可以做到短线的利润，还可以避开风险。我举例多少档股票，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啊。我的策略有没有落实在会员的个股操作？我常跟你讲嘛，大盘给你是一个方向跟策略运用，大盘你爱看有啊，股票做了才会伤势，才有法度赚钱嘛。大盘你都看无啊，做股票就是利利落落啊。什么叫急涨急跌反向操作？来回顾一下这两个礼拜我怎么动作的。原像这张股票，我从120沿路的操作到200我卖，没有错吧？那3月2号杀下来，趁大盘重挫190接回，你们看到3月2号的一个大盘盘中跌242点啊，原像190买，隔天原像创高204卖，两天的时间14块钱啊，就两天的时间而已啊。这近期的操作啊，当天台股是大涨，卖啊，你会不会这样动作？你若真正用沙波波、沙波罗跟上盘中讯息，我不是跟你讲过 N 遍了吗？谢老师给予会员的盘中资讯一定有价值，非常有价值啊！礼拜二204卖原像，隔天又杀下来，我192马上接尾啊！当天台股是不是急杀？192机会啊，我还提醒你跟紧一点，跟紧盘中的讯息，最近的操作难度当然有一点高啊，所以我说难盘见高手，你要跟着高手一起来动作。盘中资讯没有价值吗？不要每次都想要吃清老师的豆腐啊，如果你吃得到我恭喜你啊，对，每天看完节目之后隔天再去做动作，你哪有办法这样做股票有办法赚到钱持续的下去，对啊，看我的节目赚到可观的财富，恭喜你，代表谢老师的节目哦，值得你来借重的地方很多嘛。但是如果你每次看完节目之后隔天再去做动作，那个结果你是没办法赚到钱的，你是常常孤招毕业，
要不要来试试看？要不要来试试看什么叫同步的动作？盘中那个瞬间的买卖点真的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上礼拜是告诉你要跟紧一点啊，你不跟你怎么知道我3月6号199再卖一趟？对，第一趟190到220414块钱嘛，第二趟呢192到1997块钱呢、啊、你不跟我卖，礼拜杀到199179啊，差了20块钱啊，对不对？那礼拜二我接回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大人中错？礼拜二啊，第二波的买点10:30嘛，原向180接回啊，接回之后大涨，礼拜三涨不动的原向186卖，一样啊，短线的一个价差的操作嘛，6块钱落袋啊。对，你会不会急涨急跌反向操作？最近的模式不是都这样子吗？所以有价差赚价差嘛，啊，不然每天四个半个钟头，难道都要观望吗？所以呢，186卖完之后，杀到173，今天原像杀到156，有没有卖？就差那么多啊，差30块钱。昨天我在卖原像，你知道吗？礼拜二我接回，我电上讲的，你一定知道我有买啊。礼拜三呢？礼拜三你去买的人，结果如何？结果如何？那个豆腐真的那么好吃吗？哦，虽然戚老师细皮嫩肉的，但是给你一个资讯，叫做要会卖，不卖今天剩156，这一通资讯价值30块钱。如果你有能力买30张原像的，30万的一个价值感呢？干不起呢？是不是？就这样的一个操作啊？这一档四星也是一样，上个礼拜三形态突破嘛，我买在230，隔天21卖，两天11块钱落袋，大涨卖嘛，没有错吧？符合戚老师的一个操作经验啊，反市场，别人不敢买的时候我带你低接，别人乱追高的时候我带你安然的一个退场，两天11块钱落袋，杀下来22嘛，差了19块钱接回啊，礼拜二嘛，礼拜二我都在买股票啊，没有错吧？跌147的台股，四星222接回，接回之后大涨，接下来昨天235卖，22到23513块钱嘛，所以第一趟11块钱，第二趟12块钱，13块钱加起来25块钱啊，两趟欸，你还很在乎疫情的影响吗？疫情的影响会关系着盘面的震动，没有错，但是你哪怕都抓到那个撇步，抓到那个准度，价差的操作，四星两趟25块钱，戚老师一样赚给你啊，你有没有卖？你不跟着卖，来到217，今天来到196啊，235到196，差了39块钱呢，十张差了39万呢，跟着一起来动作，比较可靠实在呢，还是跟单的，你会赚的比较多，你自己去评估一下。所以我常告诉你嘛，你可以印证戚老师的动作。先在场外观赏就好了。当你印证了很多档，印证了很多次个股的低进高出的动作之后，你再来加入戚老师的行列。其他老师你也一样比照办理，也不用特别去跟单。投顾老师那么多，你应该很容易看清楚每一个投顾老师的真面目。你只要持续追踪一段时间，你就知道这位老师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位老师讲的可不可靠？其实你都翘翘人啦、啊，很多同僚都比我年长啊。你们的社会经验一定可以摸透台面上投顾老师的一个把戏。在照顾会员的，在做生意的，在糊弄会员的，在认真带会员的，很清楚。你只要用心花一段时间观赏他的节目，从头看到完，相信你会知道。接下来台股当它急杀急跌，那个所谓的一个超额利润，你要跟谁来操作？
你一定看得出来啦，郁金光这两个礼拜操作一样啊，急涨急跌反向操作嘛，先赚短线再赚波段啦、啊、401到608 200多块钱啊，这两趟76块钱嘛，低进高出再低接嘛，上礼拜盘重挫200多点嘛，493接回533卖大涨卖啊，40块钱落袋，礼拜二又杀到上礼拜的低点483接回，没有错吧？当天台股重挫啊，重挫我买股票嘛，准礼拜三497再落八档，小赚14块钱也是钱啊。啊，有没有卖对？看今天嘛，郁金光剩432，你497不跟我卖的，432差了65块钱，做对做错就是差那么多，会不会卖股票差更多？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行情，你今天看到台股破底，很悲观是正常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未来？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盘在杀，在清洗浮额、啊？今天也是一定是在清洗浮额的、啊。今天铁定融资已经大减，昨天还没什么减呢、啊，但今天杀成这样子，绝对大减呢、啊。所以下杀取量，急杀赶底的架构，之前我是急涨急跌反向操作，但是我已经随时 anytime 了，所以你要 stand by， 我随时在做好波段的准备，因为暴跌之后它一定有暴力，安全带绑好，安全带绑好，准备迎接超额利润行情的一个到来。休息一下，再回到节目现场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长隆投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这样就好了。对啊。哇，哎，都给你算就好了。其实啊，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。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？当然啊。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，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。是哦，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， 还有网络病毒啊、密码外泄啊，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。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，要交心，不能只看表面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散热模组的泰硕，去年度12月底，我卖在95.7，高档，高档啊，高档要会卖，要能避开将近30%的风险，不简单啊。从去年度的12月底卖完之后，这边都没有碰，不碰就是不碰，等了2个月啊，2月24号出现底部嘛，进场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安全波段的一个操作进场位置。进场位置就在713，很精彩吧？高点卖，完全避开下跌段的风险。
这在很多投票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很难办得到。九点七卖，搞不好你跌到九十就想把它接回来嘛，有价差，不然是八十五就接了嘛。但接下来下一段跌到七十几，你有闪过吗？你有闪过吗？七老师的耐，避开完全修正的风险，接下来迎接利润，接下来利润相当可观呐、啊。我怎么做价差的？我怎么做价差的？什么叫急涨急跌反向操作？嗯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最近的操作模式，跌的时候买嘛，涨的时候卖呀、啊。七三接回之后，我是不是八五卖？打下来八一点五低接，八九再卖，打下来八六再接回。昨天九十二卖，真正的一百分的操作。会员打电话给我的、啊。哦，跟其他老师扛最薄其实不赶快的啦，九十二卖，昨天跟你对时对价格创高，我喜欢卖嘛，是卖完之后有没有收下来？昨天的卖点对还是错？所以整个泰硕我已经跟投票强调过 N 遍了，这庆老师普通会员的持股，普通会员的入会门槛最低啊，所以任何一位分析师他的普通会员人数一定是最多。我已经公开跟我们会员对时对价过了，我也给予我们电视观众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：七三接回八五卖，八一点五接回八九卖，八六接回昨天九十二卖。只要任何一通 call 讯的时间价位，庆老师电视上讲的跟全国普通会员收到的时间价位是不一样的，我下台，我退出投顾界。哪一位分析师敢下这样的承诺？我现在在跟我们全体的普通会员做交谈，普会人数最多啊，你去问一下，你去探听一下，如果你周遭刚好有我普通会员的一个会员，去问一下，哪一个价位，哪一通call讯的时间价位是不一样的，我就下台啊，没有第二句话啊。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操盘的经验，你认为很简单吗？我叫你老师挑出来啊！你跟的老师哪一位会把你的扣讯拿出来电视上跟你对时对价？问问你们自己啊，你跟过的所有分析师哪一位敢把那扣讯从头到尾，不管是波段还是价差操作，公开他的买卖点？你敢找乌？你敢找乌？你看到的就是时间价位跟你收到不一样嘛？对啊，收到不一样，你需要打电话去问你服务人员吗？不用。你们老师如果要骗你，服务人员只是帮他圆访而已啊。还有人更夸张，每天都秀那什么清代会员、总统会员的扣讯，清代会员、总统会员需要扣讯吗？用电话卡呀，不需要call讯啊，是不是造假？你们应该分辨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庆老师就把这一档泰硕普通会员的，我不需要跟你吹嘘什么特别会员、尊荣会员、高阶会员，我们让会员赚了多少的一个趴数跟利润。光是普会，虽然今天台股破底，我们家的股票有没有赚钱？这几趟累积的报酬率已经超过 95.7 的高点了啦，你知道吗？赚了几成不重要，重点是我没有让会员受伤，还赚到可观的财富啊。对， 95.7 卖啊，不碰就是不碰，出现底部的七三接尾啊，急涨急跌的反向操作，这样的累积报酬率很可观，跟你手上的持股比较一下嘛。你跟我做操作，泰硕的零失误啊，零风险啊，真正是安尼啊，无落差啦，无一届有落高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难盘见高手，顶尖的高手在哪里？如果你真的还看不出来，我真正无法度啊。我能讲的都讲在前面，我可以给你印证，跟其他投顾老师比较的地方，我也让你去印证跟比较啦。你看那个看无。沙包包，我无法度，我真的没办法、啊。能帮的，我早就告诉你，张开双手啊！
在今天台股破底跌了471点，你还能来找庆老师洽谈合作的事情，我能帮的我都已经交代我们的业务同仁尽量给予你们最好的协助了。这句话应该有够重了啦，可以让你们受用无穷的啦。反正你有问题今天来找我，我能帮你的我就是帮你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整个泰硕昨天92卖啊，今天当然会底啊，今天当然会压回啊，盘落400几点，哪一档股票没有跌？跌是正常啊，重点是你高点有没有卖。你高点如果有卖，今天给你承诺我会接回啊。之前这几趟的一个操作零失误零风险，这一趟接回的一个动作，我相信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啊。今天接明天接还是后天接，不要去猜，跟上讯息你就知道什么时间跟价位可以进场做买进买回的动作。包括昨天解码的原相、玉金光、四星等等这三档股票我有卖嘛，当然有些股票我是一定会接回的，不见得三档股票都会接啊，我会依据会你一个持股状态、资金规模嘛做调度，这庆老师好帮助会员的地方啊。不管你有多少资金来跟我配合，你的持股有多少档，我都会帮你浓缩到三档左右，集中化的管理才会产生有效率一个操作嘛，而不是每天乱枪打鸟。你告诉我好，社会标有用吗？集中火力，你的财富才会产生倍额的一个利润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盘不用太悲观了，下杀取量，急杀赶底，融资只要大减，随时做好波段的准备。我只要高点有卖的，你接下来看我低点怎么接的。环球金赚超过3个股本的，这样股票我们之前赚的还蛮多的一个财务嘛。之前当然有分析师看庆老师可能会员收的不错，跟着我后面蹭环球金嘛，跟着后面操作环球金嘛。但是你跟着其他分析师，环球金有没有带你全身而退？干不？还是你是套在高点460、450附近的？今天跌到339哎，差了100多块钱哎。你要跟领先市场的，还是落后资讯的？嗯，想清楚啊！今天环球金破底来到339.5啊，强势绩优股如果领先落底，这个盘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主流一起落底。环球金今天有没有落底的讯号？有没有落底的讯号？嗯，有没有收脚止跌？收脚止跌，未来所谓的一个超额利润，安全带绑好。金老师当你的司机啊，你当我的乘客，你就坐上我的车，安全带绑好，我带你迎接超额的利润。这一塔国巨没有办法，缺工缺料，我当然依然看好被动元件的后市，但是行情今天杀得很凶，给你一个建议，叫做先卖再买，先卖再买，买更多嘛。必要的动作，哦，庆老师的一个操作相当灵活，所以急涨急跌反向操作的短线架构，我拿捏完毕之后，接下来会有波段的行情，你等着看，你等着看。今天市场上一定很悲观，很多人今天可能不看投顾老师的节目了。我很清楚啊，越多人越悲观，我是越乐观啊。这一档5G 功率放大器的宏杰科，1月31号打下来87.2，止稳了，当然可以买。这边嘛，有没有上去？上去3月2号再打下来86.4，再给你一次低级的机会。5G 的功率放大器，未来主流之一啊，有没有上去？86.4再上去之后，今天再打到84，你不觉得这是三只脚吗？没有错吧？宏杰科最近的走势其实比大盘强很多，你自己去对照一下。既然是选的股票，就是那么抗跌。你看一下2月营收，4年的新高，而且年成长率高达198%，超过一倍。
二月份营收，全球各个公司受到疫情影响，应该是要衰退的。那为什么宏杰科可以逆势成长？为什么？需求非常的畅旺，所以我依然看好宏杰科未来基本面。所以呢，把握宏杰科第三只脚的买点，这是我今天给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建议。再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架构，结论很清楚，下杀取量清洗浮额的一个台股，它在赶底，你要随时做好波段的准备。破底很悲观没有错，但是暴跌之后一定会有暴利，安全带绑好，金老师当你的司机，你当我的乘客，我带你迎接未来超额利润行情。有任何问题需要协助的地方，不要客气，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找庆老师，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，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成都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知道怎么？来，好，我走，一定要小心。明天。